府主权以国民授权做成向国际声明之国会决议如下：一、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海诸岛及其周遭海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周遭海域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二、南海诸岛中有关太平岛，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超过半世纪，从未间断。岛上诸般民生、行政及军事建设备据，2008年及2016年，我国家元首陈水扁总统及马英九总统均亲往太平岛视察驻守人员及岛屿建设，确定我国主权占有事实。有关太平岛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如前所述，向由中华民国政府不间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代无异议，皆非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国际仲裁所能挑战或改变。有关上述，第三，有关上述，我国拥有之南海诸岛，包括太平岛之主权，中华民国政府从过去到现在，将持续进行对外及对内两方面之主权维护行动。对外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持续积极向国际社会及相关组织宣达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相关文件、太平岛岛屿地位要件以其享有海洋权利之证明，以及我国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等南海诸岛事实证据，争取我国应有之法理权益，并向历来无权伸索我国主权岛屿之相关国家持续宣示我国绝不动摇之主权主立场。对内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根据进行太平岛之一切行政与建设，包含强化驻军、巩固军备、学术研究、观光旅游、民生设施、交通通信、环保、环境保护、资源探勘等所有项目，恒诸历史，正诸事实。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常设仲裁法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甚至于仲裁判决文本中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我国作为主权国家之地位，为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上攀南海相关各国贬离和平共享之理念，放下武力解决企图，多方折冲协商，共同寻求可长可久的共同和平发展之道。苏家全、蔡其昌，亲民党党团李鸿钧、陈仪捷，民进党党团刘世芳、柯建铭、吴秉睿、陈廷辉，国民党党团江启臣、林德福，时代力量党团徐永明。我们现在来处理延长开会时间提案，共有三案，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提议议之内容。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建请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提出修正动议之修正动议，延长开会时间修正为下午6:01止，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我们先来处理
国民党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那么，请问院会针对国民党怎么样？啊？啊，等一下，我们先处理你的案子嘛，等一下嘛，哈。针对国民党党团，依照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提出修正动议之修正动议，延长开会时间修正为至16:01止，是有有当啊，敬请公决。那么，请问院会由于18:01。18:01，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我知道了，我们现在要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现在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针对国民党延长开会时间至18:01这个提案来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我们国民党团的提议，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国民党提议案动议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延长会议时间，由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请宣读提议内容。来，民进党的。好，那民进党党团也做同样的提议，请宣读两个党团的提议内容。时代力量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针对第21次会议建请延长开会时间至晚上12时止。宣读完毕。那么，各位注意一下啊，时代力量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会议时间之动议至5月12点。我们请问院内有异？有没有异？好，没有异，我们就通过啊，就通过。好，谢谢。好，就通过。好，来，他就通过，他转一下。好，谢谢。报告院会，就注意一点啊。报告院会，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时间延到5月12点，所以本次会议不处理临时提案，我们就继续处理我们的案子啊。所以请宣读报告事项第29案。第29案，本院委员顾立雄等34人拟具《监察院组织法》第3条之1条完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29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